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开馆典礼盛大举办，新北市长侯友宜也来到现场。而大型活动遇到本土疫情升温，侯友宜表示，如果疫情扩大，该停办的活动就要停办，只有全力防疫。新北市的相关的活动要做最坏的打算，疫情如果进来，我们该停办的活动就要停办。昨天已经讲过要做最坏的打算，也要做好滚动式的不断的检讨。现阶段就是防疫最重要，7号一早召开防疫应变会议，侯友宜呼吁市民朋友，从即日起，不管拍照、唱歌，无法保持距离的场合，务必戴好口罩，全力防疫。包括市民朋友特别呼吁大家，没有办法保持适当的距离，一律戴上口罩，尤其唱歌、拍照，请务必戴上口罩，全力防范。侯友宜强调，这几波防疫主角于境外，没有守住，全民受挫，经济受挫。现阶段就是防疫为优先，其他事情往后再思考，再来做都还来得及。全力防疫，守住安全，守住经济。记者林丽如综合采访报道。